今个礼拜嘅史提芬聊天室又开始啦。咁我哋今日应该点开始呢？先讲少少网聚啊，网聚就今个礼拜六嘅三点，但我应该两点钟喺度，因为其实我六点钟咧应该会走嘅，六点零啦咁样，咁啊应该即系我两点零喺度啦。咁如果假设啊，你 send 咗 email 俾阿 Kelvin 嘅，即系嗰个网址啦，唔系嗰个电邮，咁咧佢应该转复咗你啦，系嘛？复咗。其实应该。我覆曬所有，即係已經叫，其實所有人都覆過㗎啦。咁應該仲有幾個位，即係所以唔使點 promotion 啊，即係到就到，唔到由佢啦，係嘛？咁有幾個人啦，即係如果繼續仲有興趣嘅，就聽一次嘅，咁啊盡快啦咁樣。咁嘅阿 Kelvin 會再 send 翻嗰個詳細嘅嗰個地址㗎啦。咁呢度唔講，咁啊就咧係我應該兩點鐘就到嘅。咁我講過啦，到嘅咧我就會有兩本書仔啦，唔同上次嗰幾本啊，因為我上次個主題唔一樣。今次個主題講一次啊，係。離離合合愛情路，緣與份咁上下啦咁樣。咁我亦都係跟翻上次嗰個網聚玩法。咁我就係希望打一個故事，打一條問題。如果同呢個網友講咁上下話咧，其實我有啲嘢會分享嘅。咁同埋如果假設真係愛情嘢冇乜嘢講，咁我可以講緣分，緣分係可以連到呢個神秘嘅嘢，諸如此類啦咁樣。咁但我又即係唔係完全係神秘嘅嘢，因為其實我定位都唔係咁樣啊，即係主要係交流啦，同埋網聚可以係傾閒偈啊，又唔使開始公開咁樣，可以真誠交流。我諗就係幸福緊要啦，幸福有一半現代人啦，即係現代人嘅處境就係、是、我諗係好多人喺棘住咗喺愛情上高嘅，好唔開心。咁呢個我諗就係我都定咗個主題，咁同埋亦都係。希望即係多啲嘅類型嘅網聚，唔好即係好似偏埋，好似係神秘啊嗰樣咯。咁所以就係今個禮拜六26號係咪？下午嘅三點正式時間，就我兩點鐘就到啦。如果你收到阿 Kelvin 嘅網即係個回覆嘅話咧，咁你去翻個地址兩點鐘係嘛？你打碼又好，諸如此類。咁總之嗰個地址有人喺度，我喺度噶啦。但因為我喺email 度咧，就講俾人知係三點鐘開始嘅，咁即係各位如果有時間可以早啲咁多嚟，咁就 OK 嘅都係 OK 咁解啫。咁就正式係三點鐘嘅，即係全部正式嘅嘢都三點鐘。咁我兩點鐘前後咧，即係上咗嚟嘅，咁咪傾閒偈先咯，係咪？咁因為點解六點鐘前後要走嘅？因為嗰日我原先諗住冇嘢做嘅，咁後來 check 哦，原來可能又撞咗期，嚇咁我就做翻一樣嘢。好，第一樣網聚講完，第二樣嘢就咧先答問題先，先答幾個即係。網友的問題，再跟住我會交代少少嘢，就落今日主題，好嘛？我先講答翻啦。第一個應該係我諗係妹妹啩，咁啊佢個網名叫咩乜 baby 唔記得咗，咁佢叫做叔叔嘅 uncle 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咧我好笑嘅，因為點解咧？雖然我係阿叔，咁但係通常你叫我阿叔就好似好古怪，即係叫做 uncle 唔緊要。好啦，咁啊睇個 uncle 答你，佢問就聯覺，我就留翻個，我就問佢，我問咧其實佢心目中嘅聯覺係乜嘢？咁跟住佢答翻我啦，我 check 翻點解咧？因為中文咧同英文咧係有少少係啦呢個嚇，咁啊就中文同英文少少唔一樣，所以我都問佢咪佢想問 free association 咧，因為其實叫咧感官錯亂，因為感官連結係咪？我都咁樣嘢。點解咁講咧？我就唔答你，我唔係直接答你啊，我就講少少啦，我自己經驗。我嗰陣時學幾種嘅學問，或者叫咧幾套嘅一種嘅。嘢啦，其中一套我成日講嘅，講好多次，因為嗰套嘢影響我好深遠嘅，嗰個叫咧 control 的 remote willing， 啊 control 嘅 remote willing 係咩咧？就咧係叫做咧遙感或者叫做咧係遙視啦咁樣。咁我試過嘅，因為點解咧？我當時嗰、那個其中咧喺我同班裏邊嗰培訓嘅同班裏邊咧，有幾個高手啊，佢經常咧，我有一次都提過咗啦，佢係睇上其中一個，佢話咧佢摸到人嗰陣時咧，佢彈畫面。但有時咧，留意一下摸嗰陣時彈畫面咧，即係摸嗰陣時個畫面，留意一下喎。即係根據佢描述同埋根據當時佢講法咧，係呢度彈畫面喎。即係手彈畫面。係啦，心裏邊彈畫面。即係當然係心啦，其實佢唔喺度彈出嚟噶。嗱，好簡單，同埋咧，你已經聽過好多人講話，我聽到顏色。因為音樂家係會係聽到顏色，跟住咧仲有咧，可能咧睇到一啲嘅色顏咩個音樂或者叫咧節奏。嗱睇先咧，佢真係睇到嘅。好啦，咁就係呢部分咧就係特別嘅，因為其實咧要講翻生物嘅進化啦，揾演化生理學講啦。其實我哋最原始嘅就係皮膚，跟住係嗅覺，跟住咧越嚟越遠嘅。
聽覺同視覺最遠嘅，即係可以咧，唔係埋身都得嘅。最原始嘅生物得生命體咧，就通常得係皮膚嘅啫，譬如蚯蚓嗰啲，係嘛？即係佢其他啲未發展到嘅，咁就人比較高級少少啦咁樣。咁可以透過係咪聽覺、視覺視覺最遠啦，當然係，因為光最快、最遙遠啦，咁啊吸收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咧可以補充嘅。咁第二樣就係、是、因為其實全部不外乎咧係個生物體發展出嚟咧係點樣掌握外面一啲嘅變化，令到有利生存嘅啫。所以其實佢係可以咁講嘅。五感係同質嘅。好啦，咁啊點無端端講話咧，即係搖感嗰時咧，嗰個經驗咁特別啦。我提過啦咁樣，因為其實嗰度講緊就係咧，我哋所謂嘅五感咧，其實嚟去咧就去翻第六感，就是、分析嗰部分。個分析嘅部分最緊要嘅。其實我哋摸到顏色咁又如何？即係聽過啲傳說啦，摸到之前嗰人咧嘅想法，有聽過？即係譬如你坐喺度咁樣，我摸你之前坐張凳或者撳張台，突然間咧彈翻之前個畫面出嚟。哦，即係我例如咁，你坐喺一張台，但係離開咗之後，有人坐落去。係啦。咦？發覺咦？頭先有人坐軌道嘅應該。係啦，同埋佢諗緊咩嗰陣時間咧，我就去翻嘅。咁你都聽過除呢啲經常出現嘅。如果假設喺神秘學研究話，突然間咧，我自己嗰飯咧，其中一飯就叫超心學咧，我睇啲研究咧都有咁研究嘅。原來我哋感官其實咧係邊個感官其實收啲咩信息咧？那個當然心理學就好精確嘅講得，就是、超心理學咧或者嗰個範疇咧，有時講得佢話咧，其實可能係第一就唔止五感啦，可能係六七八感、廿幾感都有嘅。第二就咧，其實咧嗰、那個信息咧最尾嗰個綜合分析嗰個第六感咧係好，即係其實又都唔係第六啊，即係話即係總之個綜合嗰分析嗰能力咧，有時係好古怪嘅。咁呢個可以補充少少，所以話咧佢話聯覺係咩咧？其實我好難答佢。就總之就係咧綜合，突然間覺得有啲嘢出現咗。但嗰個你發現你講到亂曬，即係撈曬教嘅就係咧，我聽到顏色係咪聞唔到呢個視覺？哦，咁係得嘅，係經常出現嘅，特別咧喺神秘經驗裏邊，神秘經驗裏邊係最經常出現嘅，係嘛？咁就最後面就總有個叫做超覺或者叫總覺啦，總合嗰個能力咧就會變翻個咧還原翻埋啲信息。咁呢個係第一樣要補充嘅。因為我及過上網及過咧，如果佢打一個字咧叫善意 face 咧，只不過係代表唔同感覺，所謂一個互相 cross over。咁其實呢個理論上其實因為好容易有啲人我聽過古仔，例如有啲人以前咧住喺木屋區嘅，木屋區以前咪大火嘅，所以咧佢對於嗰啲燒焦嘅味道咧係好敏感嘅，一聞到咧即刻因為以前可能火燭過，佢即刻彈起身嘅。即係一聞有燒焦味道，可能就已經諗起火燭場面咁樣。哦，所以我答佢第一樣咧，係咪 fear association 呢個係叫自由聯想啦，最中正中逆法。但係另一個意思其實有咁嘅意思嘅，就點解你見到一樣嘢馬上聯想另一樣嘢咧？其實嗰個都係呢個意思嘅，所以我叫感官錯亂或者叫感官關聯，就咁解啦。咁其實你如果呢種嘢，其實如果你從一個差嘅角度嚟睇，其實係病嚟喎。唔係，我講翻啦，咁講下心理學啊，講翻心理學啊，心理學又唔係完全冇喎，因為原來咧某啲顏色、某啲形狀咧，同埋啲音咧係連住嘅喎，你想象唔到係咪？想象唔到講俾你聽，嗱聽下以下嘅發音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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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好啦，跟住咧，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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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嗱心理學咧就咁簡單，呢兩個音咧，即係其實好多研究啊，呢兩個最易明白嘅，我揾張紙畫，咁你聽下啦喎。你覺得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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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同叭叭叭叭叭叭咁樣啊，即係兩個咁嘅圖案，一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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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叭叭叭叭，望一望啦，即係個尖嘅，一個圓嘅，你覺得邊個配邊個啱啊？即係我明，即係 B 咧，一定係配係勁啲嘅，即係唔係我問你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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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叭叭叭，你配邊個 ？B 梗係配尖啲嗰個啦。一把係好似原音啲啊嘛！嗱，你留意啦，係嗱，你答咗個重點啦。OK， 呢個好似咧，原來咧唔係好似嘅，係一百個人裏邊咧，大約係九十幾個咧都係咁揀。哦，即係原來某啲音咧係配某啲畫面嘅。好啦，當然我其實睇過啲資料係配盲色嘅，咁但係咧我識盲嘅，於是我學唔到部分啊。點我學唔到咧？我記唔到啊。但係呢個最易記嘅，即係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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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然間你發現咧係尖嘅。嗯，叭叭叭叭咧應該係圓嘅。得唔得啊？咁但係有啲咁嘅位啊，即係某啲嘅感官係連住某啲嘅嘢嘅，係配合到嘅。嗱，你再唔諗呢部分咧，講現實生活啦。你食某啲嘅味覺咧，同某啲嘅情調咧，某啲嘢係關聯咗嘅。係關聯咗嘅。顏色又好啊，或者氣味又好啊，或者突然間呢、這個
嗰、那個空間又好啦，關聯咗嘅。嗯，一定係咁配先得嘅，你唔咁配好唔舒服嘅。係咪？有冇聽嗰啲足顏色之間配合啊？顏色之後咧，後邊咧同啲音樂嘅配合啊？喂，文化後邊就通常一個咁嘅系統嚟。不過某個程度上咧，依樣嘢其實係可以訓練嘅，即係我意思係咧，我以前咪講過咧，有啲人要記一串好長好長幾萬個字母，數目字，佢係可以每一個數目字同某啲 associate。係，呢、這個亦都係另外一樣嘢。但係咧，頭先我主要答就話咧，即係感官之間咧，其實有啲位係互相配合嘅，即係咧跨民族、跨種族或者跨時代咧，都發現咧有啲類似嘅嘢嘅。嗯，係咪嗰個咧應該就係因為神唔係 sorry， 應該人咧嘅演化過程裏邊咧，應該同一時間出現咗某啲嘅咧組合，令到個腦咧或者嗰個綜合分析嗰個能力咧係咁 set 咗嘅，係咁嘅意思。嗱，我講得唔清楚嘅，我呢排唔知點講嘢都係唔清唔楚，但大體上大家應該聽得出我講咩嘅，即係有啲感官咧係之間有關聯嘅，連住黐住咗嘅。因為如果睇個報道咧，佢就話好多人覺得 A 咧就同紅色有關，O 咧就同白或者黑 ，S 咧同啲黃色有關。咁原來即係都真係有咁嘅有㗎有㗎，就嚇呢啲就咧，譬如咧就頭先一個最明顯嘅，即係頭先一個咧係唔係話咩廿四啊零五啊 percent 唔係咁簡單。頭先個 BB 配嗰個尖嗰個咧係七十幾八十或者九十幾 percent 嘅，有時去到九十幾 percent 嘅。即係嗱，留意下咧咩叫科學啦，或者突然間準確度咧，七十幾 percent 係好高㗎啦，係唔係第一個國家喎？係跨國家做喎心理學嚇，咁嗰啲都話啊，原來聲音同畫面配合到嘅，而某啲嘅畫面同個顏色又配合到嘅，即係唔係所謂入某啲嘅聲音同顏色又配合到嘅，都一樣啫。咁呢個就好即係可以簡單回應啦，唔係叫答啦。第一個第二個啦，第二個有又係網友問嘅，就係講好 hit 啊同性戀問題。係佢又問我點睇，咁其實我冇乜資格，亦都冇乜研究，但係咧我又係答兩句。我唯一睇到就係咧，即係原來心裏好耐以嚟咧都拗緊咧，究竟係咧同性咧先天定後天嘅？不過有個核心，大部分人咧都會咁講嘅。其實同性戀佢都唔想嘅，係咪？咁以前最 classical 嘅講法就係 Freud 嘅講法，心理精神分析嘅學派就啦，佢早年不愉快性經驗啦，又可能係父母離異啦。或者父親或者母親咧個性方面咧係有少少變異㗎啦，促成佢咧就咧性錯亂或者性錯置啊，正宗學名叫做。於是乎咧，其中解釋可能咧好多同性戀者咧係咁嘅位嘅。咁但係咧，其實係大量嘅研究話聽咧，冇關係。大量研究冇關係。咁另一部分啲人話啦，可能一出世已經係㗎啦，先天嘅。呢、這個更加嘅 argument 仲緊要有問題。我加人點解錯咧？因為咧同性戀一定揾而家標準嚟講。他父母一定是異性戀者，當然啦，所以應該不能夠透過任何方法遺傳到同性戀的基因，因為他一定是同性，即是他父母一定，即是找現在又可能這譬如這十年之前的點咳，為什麼呢？他父母一定是交合而來嘛，即一定是異性戀交合才有小朋友嘛，即正常來說就算你父母親都好，其中一個是同性戀或者扮的，是扮話，即係跟住娶個老婆算數啊，娶個老即係嫁個老公算數，即係掩人耳目都好啦。但係嗰個過程，嗰、那個交合過程裏邊咧，另外一邊咧應該都能夠保存到咧嗰個異性戀個嗰個特性嘅。咁所以依個最大嘅問題講話多鬼魚啊，先咩天啊，係咪？因為你父母親一定係其中一個至少異性戀嘅。嗱，你唔好嚟咁巧兩個嗱，你就係、是。係基嘅，你 lesbian 嘅，咁我兩個咧，不如咁樣啦，我哋兩個搞一次，咁啊瞞騙大家家長，即係變朋友啦，揾以前嘅角度啦。咁呢個唔生效嘅，即係好少可嘅。所以話咧，話生得出嚟嘅話咧，一定係通常經過交合過程，起碼而家依個科技水平啊，咁即係應該嚟講咧，你應該就唔係先天嘅。嗱，呢個 argument 係幾難破㗎？佢話可能有啲 hidden genes 啊，係唔係？但係幾難破啊？即係頭先個表面點解咧？因為啦。因為通常你只要讀個基因都知啦，你父母親要咧，即係好多同一時間好簡單，你識埋都係可能係呢個基因撞嗰個基因夾埋咁樣噶嘛。即係話啦，如果假設純粹話先天個 argument 係難破嘅，係 hidden 有，但係嗰個解釋咧就話啦 ，hidden 即係做唔到啦。hidden 即係你講啊，即係推想嘅啫。通常講啲 hidden 嗰啲，即係通常你聽一聽話咩 hidden 嘅嘢啊，我哋未發現出嗰個乜基因喎，即係未能夠證實咯。即係聽親呢個陣，你知㗎啦，係咪？好啦，但我又講翻，呢個唔科學啊！我成日強調一樣嘢，點解咧？我成日懷疑咧，而近年又多翻，或者突然間
其實我懷疑不是出櫃，是多翻添。其實不單止出櫃咁簡單，我個人理解其實係多翻。因為點解咧？我懷疑係咧，因為地球多七十億啦，而我哋似乎有一個大系統咧會 control， 冇必要生咁多。於是乎咧，我即係呢個純粹推想啊，即係懷疑係大系統搞出嚟，係咪？即係因為其實我冇必要生用咁多啊嘛，因為地球頂唔順啊嘛。咁啊，大家有戀愛需要嘅，咁其實同性都有一個選擇，可能係咁樣噶。因為點解嗱？你聽過咧啲哺乳類或者叫高級啲哺乳類咧，佢哋識得調節，好調適噶，甚至乎會自殺添啊，得唔得？佢只會甚至有啲嘅物種咧，人口過多話咧，佢變成單性或者異性嘅，佢會特別自己變性嘅，係嘛？咁呢個我成日懷疑咧，係咪個即係宇宙嗰種咧調適嚟咧？當然呢個推想啊。咁啊，但係啦，你假設真係問我同性戀意見咗咧，我仍然揾翻心理學嗰套。我懷疑咧係早年有關嘅，唔係個別想唔想嘅，亦都應該教唔到嘅。因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識過，我識嗰啲叫同性戀，我對佢哋完全冇惡感啊，甚至乎覺得佢哋比一般人係更加咧係識體諒人嘅，真嘅。但係有一個不愉快經驗就係咧，試過有個人咧，我嗱呢個個人經驗啊，就係有個人同我講話中意我咧，男人嚟嘅，我就有少少個感覺真係唔舒服嘅，即係話啦，我真係去到嗰 level， 我比較凡人啊，我唔介其他人。你不要搞我，我唔係呢個係真心話嚟嘅。我唔介你，即係你揾翻你自己嗰個組群，或者你自己嘢。但係咧就當然我同佢仍然係朋友啊，即係亦都冇乜戒心。咁就佢同佢講話啦，講個秘密俾我聽咁樣。OK， 得啦，聽完得啦。我唔知點反應。咁嘅阿 Stephen 都幾靚仔嘅，即係呢個唔係我係直嘅。但係咧，如果你有觀眾即係想見下 Stephen， 咁啊星期六過嚟。啊，呢個就我純粹分享啦。咁就我支持平權嘅，我支持佢哋有合法權益嘅，因為我都唔覺得有咩問題，選擇問題啫。即係呢個我自己即係如果即係我立場嚟講係咁樣咯。咁但係話心理學研究咧係複雜嘅，同埋近年咧，即係又破解咗基因咧。頭先你講咩 hidden 嗰啲咧，仲有段時間先真正破解到咯。係都係，因為表面上頭先 argument 好強嘅就話啦，因為揾而家嚟講咧，一般你出世親嘅話咧，通常都唔係試管嘅。即係我講而家 cut 個點啊，即係通常咧，即係話你極之大可能係你父母親都係其中起碼至少其中一個異性戀嘅。係咪咁嗰個遺傳就冇嚟，突然間咧就變成呢個同性戀。不過你跟住咧講話咧，可能真係我哋人類作為一個一個團體咧，即係有一個大嘅力量喺背後控制我哋令到我哋自己唔再 reproduce 落去。係啊。喂，如果係咁比較麻煩，即係咁咁咁要係咁的話咧，咁同性戀係咪應該係 encourage 添？我唔敢咁講啊！你唔好將我哋嘅推論講太嗱，我好在答咗啫。同性戀我自問講得不會比坊間好。唔係坊間，我 so far 我未聽過，好似你嘅 concept 啊。嗱，同埋另一樣嘢，嗱呢個嗱，我可能講少少啦，即係同性戀有另一個即係咁嘅意思啊。其實咧就係頑劣嘅人，我嗰次係聽陳雲講座講嘅，阿陳雲先生啊，或者陳雲老師啊，即係佢係我哋嘅，係我呢輩嘅長輩啊。啊，我細個啊，就睇佢寫報紙啦。咁啊，裏邊一次咧喺個講座裏邊講句，佢話頑劣嘅人咧係生養比較多，即係精英咧係生得比較少嘅。會唔會再強化些少咧？就係唔生嘅更加精英啦。即同性戀生唔到啦，係咪更加精英咧？於是乎我諗咧，希臘啦，古希臘時代咧，就同性戀係好高尚，係即係俾一般人咧視之為係理所當然嘅。咁可能係後邊有啲位咧係要值得思考嘅。講完 ，OK， 唔係，跟住帶一帶落去咧，因為咧而家近年咧香港好似你咁咧，好多人輕養寵物，而即係唔使養仔女噶啦，寵物搞掂。其實有少少，呢個唔係等同同性戀，當然唔同啦。但係嗰個效果都一樣嘅。係決定唔生嘛，因為其實即係我自己解釋就係咧，有啲人會覺得即係無謂害人啦，世界變得越嚟越唔好啊，得唔得啊？係嘛？即係呢個題外話唔講啦，所以好下一個又答網友嘅呢個易答啲。佢心理學有冇研究美感？有，好簡單嘅，經常做研究嘅，係嘛？即係研究究竟咧，即係。
咪有冇客觀標準咧？誒、啊，譬如好簡單嘅，即係究竟咧，即係我對線條嗰個反應啦、嗯，對於個顏色嘅反應啦，經常做。不過咧，係能唔能夠好絕對，即係叫相對地絕對化或者客觀化咧，就應該唔得。但最明顯嘅就係咧對面孔嘅研究，咩、嗯、叫靚仔，咩叫靚女，呢、這個做到好多噶啦。就通常咧就好多年前開始做一套面具出嚟，就咧總之按照個黃金比例咧，按照某啲百分比咧，就係邊啲人係最一望你覺得佢靚嘅。係、这、呢個好易好簡單啫，咁啊即係研究咗面譜出嚟。而嗰個面譜用緊嘅，我聽南韓、日本咧，其實經常整完出嚟係差唔多樣嘅。點解咧？因為大家用緊嗰套咧，已經研究咗好耐嗰套面譜方法，係印落塊面度嘅，不過係好似樣嘅，似到有點而出，有點而問題啊。係啊，好似全部機械人咁。因為咧，我曾經睇過一套好似電視劇之即係紀錄片咁咧，係做啲關於呢啲咁嘅美學研究咧，係應即係確實係真係可能有標準，因為咧佢揾阿蘇哈好細嘅幾個月大，又俾佢睇一系列嘅相，好多蘇哈都有好類似嘅反應嘅，即係靚嗰啲係真係開心嘅，靚嗰啲係喊嘅，變咗可能係有啲標準嘅。係咁，同埋咧後邊就咧，即係心理學研究翻啲藝術啦，即係藝術發展史就咧，究竟邊啲顏色咧會引起咩反應？嗱，其實頭先我頭先啱啱之前嗰啲課題都咁樣嘅，即係好簡單。點解咧？某啲宗教啲顏色經常出現嘅咧，譬如金色，你有冇留意啊？金色咧喺任何宗教跨民族都好啦，金色代表神聖嘅，代表光環，係神聖同埋咧係望落去咧令到人咧有種特別嘅感覺。所以金咧黃金咧全世界咁多種族咧冇乜邊個種族係我最憎黃金，你有冇聽過？梗係冇啦，我最中意黃金。點解咁奇怪就係個個種族一見親黃金咧都會發現咧呢個一定好嘢，好奇怪。即譬如黃金啊，俾人令到一種叫咧神聖啊，係咪貴重啊特別嘅感覺呢個都係。譬如有啲嘅顏色啲宗教成日用咁樣，譬如泥黃色都係啊。泥黃色好多嘅地方咧都好特別，譬如當然有另外一個原因，因為難溝啦。譬如中國皇帝都泥黃色嘅，咁聽講話以前咧泥黃色好難溝得靚嘅，嚇咁啊嗰啲顏色就比較高貴顏色。咁啊當然有好多嘅即係後邊有啲嘅枝節，我好難講得好，亦都我講得唔好嘅，因為我唔好熟。咁就話啦，研究美學點解某啲嘅畫人哋覺得係靚，咁心理學都嘗試即係做問卷啦。即係又做翻啲測試啦，邊啲線條啊，邊啲位做過嘅，咁所以其實美感係當然而家做得仲未好完整嘅，因為畢竟係好難去客觀地變，即係將佢科學化所謂，或者將佢咧即係叫數量化啊諸如此類，咁就係有研究嘅。我頭先就最成功就做面孔或者面譜嗰、那個嗰、那個美感反應係嘛，嗰、那個都係。不過美感一樣嘢比較得意啲咧，原來咧，我哋個面咧兩邊咧唔係完全 perfect 咁 symmetric 嘅。係呢個係，所以化妝咪成日將佢矯正咯。化妝經常唔係喎，但係 symmetric 咗其實唔好睇㗎。原來又唔係，因為點樣講咧？佢後邊有個原則嘅。好照鏡式嘅咧，咁對稱咧，咁未必係。咁但係有時咧就係咧，我哋其實望到對稱嘅嘢係舒服嘅。譬如對稱啦，譬如話某啲嘅黃金比例啲啦，即係唔好話心理學啊，即係心理學嘅前身就係哲學啊。佢都一早講嘅，譬如黃金比例，我哋唔係咁簡單，因為動物都用緊呢個黃金比例嘅。你見到啲嘅谷殼啊，嗰啲咁嘅迴旋咧，咁啊迴旋嗰啲比例全部1:1.14啊，咁上下啦。黃金比例。黃金比，我哋好多嘅譬如國旗都咁樣用呢個比例啊，或者叫咧，譬如金字塔嘅底部啊，同高度啊。點樣等腰啊？點樣令到覺得咧係平穩嘅咧？全部都係其美感研究嘅一部分嚟啊！你發現有啲嘢一睇就知唔好睇啊？點解咧？因為其實係某啲嘅望係覺得我三千八角嘅，你唔使問人嘅，一定咧係大部分都係咁反應嘅，因為嗰啲其實係美感反應嚟，即係美感反應可能係有時係直覺，但係後邊有啲嘅原則嘅心理學地研究嗰啲原則。係嘛？即係如果一次詳細睇書嘅話咧，有啲書講緊咧，即係心理學會點研究呢個問題？即係點解我睇咗某啲嘢會覺得佢靚？點解覺得佢有啲嘢就係唔靚？點解會覺得有啲嘢咧失敗嘅？咁其實你讀即係特別讀設計嘅人咧，一定要學啦，係嘛？設計一樣嘢出嚟，點解啲人覺得會肉酸嘅咧？咁樣我啱諗起就咧，好多年前咧，唔知廣州啊。因為個設嗰個吉祥物咧，就俾啲網民鬧到唔清唔楚，跟住有個設計師講佢違反咗某啲嘅美學原則，咁美學原則咪研究出嚟嘅咯。
係啊，你講嗰個就係呢、這個 Golden Ratio 啊。啊 ，Golden Ratio 呢啲全部都係咧，就依都唔係叫心前心理學噶啦，即係其實古代已經有講噶啦。即係譬如你神秘數字嗰啲係啊，咁啊睇過嗰、那個即係放喺月球啊啊叫乜嘛？達文西嗰個人體嗰、那個。哦，佢嗰個亂作嘅，佢條鋸係擺錯位嘅，啊呢、這個啊唔係呢個，唔係咁樣嘅、嗯，即係、啊、好啲嘅、啊，好啲嘅、啊，類似咁樣。其實都係一個比例噶嘛，那個比例都係代表一個完美噶嘛，係嘛？譬如圓啊、三角嗰、啊、啲，其實都代表一啲完美嘅。喺人嘅身上經常出現嗰啲咁嘅比例啊，咁其實都係美感嘅源頭，係咪？都係。Okay. 啊，呢、這個好啦，仲有一個去冇咁去翻我要答翻少少嘢啦。有冇補充先啊？你冇啦，冇啦。冇係咪？補充翻咧就係、是有啲網友好關心我啊，點解上一集咧咁燥啊？同呢個今集嘅主題有關啊。燥好簡單嘅，因為有啲人覺得係啊嘛，或者 sense 到啦，敏感咁多少少。第一樣其實我要講少少啦，信一樣嘢同知一樣嘢唔一樣，呢個語言上知啦。如果我知道曬嘅，咁我就唔係叫信啦，係嘛？突然間個男朋友同女朋友講，你信我啦咁樣，即係你冇能唔能夠提供充分證據啦？如果唔係，使乜叫你信啫？係咪啊？信咧其實掩蓋咗一樣嘢，就係資料唔齊全咁解。係資料唔齊全底下咧，你決定咧找一個位，咁嗰種方嗰種定位叫信。如果資料齊全曬嘅，咁已經係嗰個唔係叫信，嗰、那個、叫知，得唔得啊？咁呢個咧係基本常識嚟啦。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點解上次咁講咧？因為其實主要係由於某啲網友咁講啦，同埋其實唔係就係佢嘅，當然亦都唔係佢咁簡單啦。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成日講話咧，叫科學主義。其實佢用嗰種其實唔係科學主義，叫實證主義。要正宗嚟講，實證主義其實係好有問題啊！我先講翻叫實證主義咧，用喺日常生活裏邊咧，經常出現變咗一樣嘢叫管理主義。管理主義咧就成日揾數字嘅。揾我自己大學裏邊咧，我記得一個笑話嘅。個笑話就係咧，我老細就話咧，你寫下你自己同學生關係咧，哇，同學生關係好難證明嘅喎。咁佢話啦，咁你整啲數字出嚟啦，證明下，證明下自己同學生關係好啊。咁我點證明啊？咁我就我嗰當時隨口噏嘅啫，話我使唔使同學生咧見親學生，你影翻幅相做證人證明咁樣？我突然間我啲電郵次數咧，即係統計下，嘿，佢話好啊，係啊，好啊，佢話好啊，我聽後來果然生效啊，我做乜咧？我跟住咧，跟佢咁所講嘅話咧，我由嗰次開始咧，我見親學生飲茶咧，次次都喺 Facebook， 唔係 Facebook， 我每次都話啦，影張相先。留紀念，但其實我 keep 住嘅，我 keep 咗啊。第二部分咧，即係我答啲學生問題咧，我每月做好簡單統計嘅，即係答過幾多次學生嘅查詢啊、查問。哇，呢個好科學唔係？但係係咪好慘啊？梗係慘啦！即係你同人啊，人同人嘅關係咧，要證實俾人睇。啊，呢係啊，呢個就係科學後邊嘅實證主義引申嘅管理主義。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最近咪講統計處嗰個問題啊。做假？你知點解？一樣咪叫就係叫咧，叫係其實科學主義後邊係管理主義咯。點解啊？因為佢要證明自己勤力，佢就唔會做嗰啲咧一屋幾啊火嘅人啊嘛，係咪？辛苦啊？唔係辛苦啊，因為冇效啊。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個即係弄工行賞啊，或者突然間咧個指標係咧做幾多户人啊嘛。係你交幾多份 form 啊？係啦。於是乎咧，佢做即係電視機講㗎，即係我詳細冇睇到啊。咁佢話啲人咧，即係建基於嗰個假設嘅話咧，劏房佢唔做。點解咧？係冇考啊嘛，咁多係一個 house 叫 household 啊，即係英文叫 household 就一間屋裏邊啊嘛，咁多間房都計一間屋喎，梗係計啦。只要咁啊，做一個地址啊嘛，一個 number 即係通常統計就通常講地址啊嘛。個地址裏邊咧，哇！一個 number 裏邊十幾廿夥，呢間我唔做，點解揾自己笨咧？但係點解後邊咪一過分依賴數字或者某啲叫科學嘅證據咯？咁呢都係都係另一樣嘢更加明顯嘅。我最近啲知道一月初就好多大學就放上學期啲分組啦。啊！好多人成日就話啊，問啲同學問同學話你 GPA 幾多咁樣，即係好好笑嘅喺我心目中，個都話啦啊，你攞幾多啊，我攞幾多咁樣，佢哋好開心嘅，佢哋好相信咧個 GPA 能夠反映自己嘅實力嘅，所以佢覺得攞 A 減咧，即係覺得自己好叻嘅，個樣都唔同咗啊，即係突然間覺得自己啊過三啦，覺得自己幾叻嘅。我問阿你覺得自己叻唔叻？透過個成績先知嘅咩？其實即係咁好慘啊！即係突然間你係攞完9A先知，原來自己叻仔嚟嘅。當然，好多人都真係咁樣。
咁但係如果假設咧，即係有啲自信同埋自我反省能力嘅話咧，其實你攞咩龜唔係能夠充分反映你咩能力嘅？你聽過咩叫高分低能啦？同埋知咩叫玩法啦？因為其實咧，我哋俾龜咧有百分比啊嘛，那個百分比咧係根據咧嗰、那個咧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嗰、那個係啦。因為我哋俾多咗 A 咧，我要解籤，要解釋嘅。我哋肥人咧又係要解籤。所以我免一個咧係跟翻嗰個比例去俾嘅啫。咁諗下咩？呢個叫迷信科學咯，係咪？我試過拗啦，就話啦，喂，其實嗰班真係好好喎，十幾個裏邊咧有七八個仔攞 A 嘅，哇！我真係以後都唔夠膽啦。咁慘啊！十幾個學生，我俾七八個 A， 我真係真心覺得，哎呀，咁嗰啲學生好慘啊！我覺得，呢個咪迷信科學啦，後邊一班迷信科學啊嘛，佢同我講話啦，點解你十幾個裏邊有七八個攞 A 啊？我話真係好好啊，你睇下。咁佢話嗱，聽下即係呢個可能又俾人串啦，即係個管理層意思話啦，十幾個人裏邊咧，根據一般嘅數值咧，根據推斷咧，唔係你話你搞得好咪得咯，咁簡單啫。佢唔信啊嘛。因為佢好多指標嘅，迷信科學嘅人咧就好多指標嘅，好多指標咧，跟住你費事拗啊，係冇力拗啊。我正好簡單嘅，頭先我咪老細同我講話，你睇下點樣講下你同學生關係啊。我話同學生關係心裏邊知得㗎啦，我點證明啊？到後來我都叫墮落咗啊，即係我要揾相片啊、電郵通訊啊，同埋學生一讚我咧，馬上編低佢，明嘛？我做證據，因為做證據其實好慘嘅，即係叫做其實有少少問題啊，係咪啊？所以咧，第一樣，所以我點解我話咧就係我認咯，我唔科學咯，我只能夠認我唔科學咯，依啲層次啊，得唔得？好啦，仲有一個問題，叻人、勁人可唔可以錯咧？可唔可以咧唔清醒咧？梗係可以啦，係咪？嗱，我唔係講我自己叻喎，就頭先我之前咧發咗個音。那個音就叫做希臘，點樣叫希臘呢？我話聽好多咧，你聽清楚喺市面上好多咧叻人咧，成檔希臘希臘嘅，好有問題。點解咧？因為依個人咧一定係唔小心。點叫希臘咧？因為原來咧古希臘人係自稱為希拉，嗱呢個直係佢咁讀啊。串法語英文嚟講咧，或者叫咧揾希臘文咧，或者叫羅馬字母就係、是、H E L L A S。是这样的、哦、读的就叫黐啦。以前呢我们中国人呢古代跟希腊人有交往的，即叫那时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人，即总之即很久之前知道对方有这样的国家的。那时候直接译呢就译到黐啦，这么上下的。于是他呢，但留意 Greece 那字呢后来呢是罗马人才叫他们的、嗯。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说了，所以不可以读错的，不可以一定不可以读这个希腊的。好啦，就講翻點讀希臘啦，即係我好肯定以前啲讀書唔夠好嘅人啊，睇到狗走邊咧，係睇唔到狗走邊同呢個臘肉邊個字，明咁啊啦。咁呢個問題就出現啦。佢出現嘅話咧，於是乎咧，就係、是、喂約定俗成啊，好啊，你錯我跟住錯，咁唔代表嗰人真係唔叻喎。呢啲咁嘅小毛病可以啊。第二樣就啦，哦，何況我啊，講緊我啊，我唔係叻人咧。我錯乜錯嘅啫？我成日錯嘅，我咧經常咧耐唔中我錯啦，冇所謂嘅。但系咧，我整體嘅論述係唔會點違背良心嘅。嗱，呢個留意啊，我即係自己論述就咧唔會違背良心。呢個就我自己尚算係 OK 嘅。即係我講嘢通常我過得到自己嘅，我唔信嘢講唔到，我唔識嘢都通常唔講嘅。嗱，留意我唔識有幾多層次啊？我完全唔識我就唔講。我大體上咧，我一定了解話，我盡量分享自己睇法。呢個我自己做法得唔得？我冇話一定啱嘅。好啦，呢個係仲有補充嘅。咁另外咧，呢、這個就係有間私下同我講嘅，因為佢知我喺網上講我最近學佛啊嘛。佢話學佛嘅人唔應該發脾氣。呢、這個就真係錯誤啦。特別係密宗裏邊咧，密宗裏邊有金剛相啊，或者叫怒目金剛啊，有所謂叫空行護法嘅，即係好似憤怒相啊、憤怒尊啊。哇！嗰啲個樣咧係惡過我啊，大佬。點解咧？我係做護法啊嘛，同埋咧通常係被一啲人欺凌啦。被人侵犯咧，你唔維護自己啊，其實有少少問題嘅。咁所以就係學佛邊個話聽唔可以發脾氣嘅，邊個一定咧係啊，即係你估真係個傳説就咧，你即係做耶穌啊，你冚我巴俾埋另一邊嘅冚啊，唔會咯，得唔得啊？呢個守衞問題。好啦，點無端我想講以上咧嘅嘢咧，係關於今次事咧嗱核心，因為原來咧我今次個題目係叫九型心法。
九型心法講九型人格都係，一間我先再詳細講翻人格問題。因為原來咧，我後來分析翻咧，點解我會咁嘅反應咧？因為原來咧，我係五號嘅，五號咧就叫知識型。你有冇 check 過？我有及過，但唔記得咗邊，即係唔記得邊個 number 搞邊個 number。唔緊要啦，嗱，知識型咧，我聽個特性係乜嘢啊？你可以同佢講，啊，你樣衰，你同我講樣衰冇所謂。你可以同佢講話，哇，你著得個。即係著得好老土 ，OK 冇所謂。你同我講啊，你個人咧都幾唔合群啊，冇所謂。啊，你個人咧係咪都幾自閉啊，冇所謂。你個人咧都幾冇原則嘅喎，冇所謂。但係咧講我知識錯咧，我就好有所謂，因為我係知識型嘅。好啦，講翻嗰個問題啊，講緊可能都唔覺啊，因為佢唔細心啊。但係咧我就好覺嘅。當一個人同我講。我的專業是所謂的專業，哇！我就會好嬲啊！呢個就起點。我諗其他型號的人咧，對呢個問題算咧小事，當亂噏得啦。得佢都唔係我咯。正如咧，你見到另一啲型號，我講三號啊，應該我講逐個型號啊嚇。三號咁樣啊，好重視自己嗰個外形咁樣。你一走埋講話啦，我係著三號肉酸嘅話咧，佢同佢搏老命啊，大佬。即係突然間有啲人咧自問自己著得好得體啲咧，走埋去講話咧，哇！你走埋同佢講，哇！你哇！今日著得咁肉酸嘅，我諗佢唔單止唔開心咯，佢仲係搏老命，搏老命當然亦都好有即係好有儀態，就同你搏老命啦咁樣一樣啊！亦都對譬如八號啲啊，八號好重視權力嘅，你耐唔中咧講句説話咧，凌駕咗佢咧，越咗佢嘅權力嘅話咧，你小心啲咯。佢不惜一切毀滅你咯，都係佢咗每個型號咧，有啲叫關鍵位啊。好啦，咁點連住心法咧？其實可能你有冇抄資料啊？你自己本身，我自己唔知咩型嘅，不過我已經睇咗你話你第五型咧，我及落去咧，哇都幾似你喎又嚇。望下先，唔係我實識嘅，我真係好熟嘅，我成日搞呢個 training 嘅，搞無限次。好啦，咁點解無端講一樣嘢咧？其實要咁講嘅九型咧，好多人坊間咧教錯啲咩咧，係教錯一個好核心部分。佢就以為咧呢個係我嚟認識自己性格，唔係咁簡單嘅。因為九型係零收用嘅。你聽過就最典型嘅講法就係咧睇任何書咧，最典型就話咧呢個咧係嚟自咩啊？中東嚟自呢、這個。我又唔記得呢個咩字眼啦，我遲啲 send 條 link 俾你啊。嗰條咧就嚟自一個咩以前啲人咧就靈修嘅，咁裏邊有個蘇菲派啊，嚇蘇菲派嚇，咁嗰啲話靈修用。我問你咧，但可能啲人唔留意呢兩個字啊，咩叫靈修用？跟住轉頭唔記得咗，好重要噶。其實透過九型咧，係如何接觸你嘅上帝啊？啊呢個核心啊。哦，咁你聽完之後都唔明噶，好多教人都唔講呢句噶。點解無端同上帝有冇關係咧？我話聽點解啊？因為咧個心法個重心就係、是、有啲人咧接觸上帝咧係透過知識嘅，有啲人接觸上帝咧係透過感性嘅，有啲人接觸上帝係透過裝潢嘅，有啲人接觸上帝咧係透過權力嘅。我舉例子啊，你發現咧，我諗香港都幾明顯，有幾個人好明顯嘅係宗教上咧好霸道嘅人。佢講上帝嗰時講咩啊？一聽就知啊。其實佢叫潛台詞咁講嘅，我後邊一個就係最大嘅大佬，我邊我得過佢啊？咁樣講嘢，隻眼係咁樣射嘅，就係咁樣射嘅，係咁樣講嘢嘅，向前咁樣射嘅。佢講嘢嗰陣時咧，我發現我傳教傳到咁樣啊，咁厲害嘅。我試過真係噶，現場啊，佢淨係咁講話啦。有邊個打得過我大佬啊？係咁樣講嘢嘅。咁佢可能真係有個好勁嘅大佬咧。佢唔係佢喺傳緊教啊，佢傳緊基督教啊。當我不知道，因為除非你找到更厲害的大佬咯。唔係，我係有啲嘅形態嘅人咧，信上帝就啦。佢突然間發現咧，係自己權力型嘅，於是話咧對權力好敏感嘅。喺世間揾唔到個比佢咧更值得崇拜嘅權力型嘅人。佢自己本身權力型好古怪嘅，權力人都崇拜翻權力㗎。嗯。但當佢接觸到上帝話咧，特別係有啲人睇舊約咧，嗱我睇舊約咧好反感嘅。我即係睇舊約咧，細細個可以就睇咧，我即係睇曬成本聖經啊！即係當然睇得即係深唔深入啊，好難講啊，即係見仁見智啊。但我好記得嘅，我睇舊約咧，哇黐線嘅，哇使唔使咁惡啊？得唔得啊？成族人殺曬，仲有即係專登刻意講啲咁嘅例子喎，係咪？因為咧
係全部一個人都唔能夠留喎。陣間我記得唔知應該係利美記啊，因為係一個民數記啊，即係頭一 part 頭幾 part 嚟啊，好深印象啊！突然間有班人帶咗一紮嘅啲叫歸啲叫俘虜翻嚟，咁拉到去係上帝嘅帳幕面前，一出咗埃及啊嘛，咁咧就咧跟住摩西就講，摩西傳達呢個上帝講話啦，點解你哋要留低佢哋啲人喺度啊？是不是不潔的人在面前全部消失，跟住全部殺曬，仲要咁寫喎？聖經上嗰個類似咁樣啊，即係話咧，係咧係要一個不留，跟住攻佔人個即係王國都咁樣噶，亦都講到明就係將個全部子孫一個都冇留低，直情要寫到咁樣噶。嗱，我如果假設我係五號嘅知識型咧，我睇呢部分咧反感啊，我一聽咧好多八號嘅人咧睇到部分咧好興奮，哇，咁咪叫 power 咯！咁咪叫力量咯！哇，呢個好明顯彰顯力量啊！但我對力量唔敏感，權力唔敏感嘅人咧，我覺得咧好殘暴。呢個都唔識思考啊！我就覺得呢個上帝都幾惡嘅喎，係咪？同埋咧幾唔講道理喎。但喺權力人眼中咧，呢個就係佢崇拜應該崇拜上帝。但另一個人咧都好近似嘅，都可能係譬如咧，可能係平和人嘅人咧，譬如九號啲咧，都好崇拜呢類人嘅喎，唔知點解喎。咁但係喺五號咧，透過呢個形式我就唔得啦。透過五號啊，即係五號嗰個世界咧，我咁接觸唔到上帝啊。嗱，透過五號咁嘅想像下啦，啊哇啦！如果假設咧八號嘅人咧，佢接觸上帝咧，透過權力嘅，我突然間咧可能係透過讀某啲經文咧特別興奮嘅。嗱，我咧如果假設我信唔到啊，當然係啊，我唔信基督教嘅，但係即係好多原因咧。但係咧，我諗咧，我曾經試過最近基督教嘅階段係點樣咧？我透過咧我姨丈。我姨丈本身是一個牧師嚟嘅，我透過佢嘅咧，即係講知識嗰個風格啦，同埋答我問題咧，我好吸引嘅。我透過嗰個知識嗰個咧傳授嗰個過程咧，佢跟住咧數經啊，講啲嘅書俾我睇啊，咁樣同我傾偈咁樣，咁個過程我好吸引我。我曾經好近基督教嘅，我花了幾年時間基督教嗰啲浮浮沉沉啊，同人辯論啊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就透過咧佢嘅知識嗰個處理咯。係嘛？即係可能係譬如有啲嘅讀經班咧，有啲叫做可能講座啦咁樣，哇！好吸引啊！嗰陣時最吸引我其中一個我年代就係阿梁煙成，有個叫温偉耀，另外幾個嘅，有個叫張嘉欣。張嘉欣就係護教學好出名嘅，護教學就係我就冇見過真人啊，就係佢啲帶我全部聽曬咁就係、是、叫護教學，就有啲叫宗教研究。我嗰陣時係買嘅，好貴啊，廿幾蚊餅，我都係即係我係多個一個死僆仔。我寧願買陳百強。一個死僆仔係啊係啊，一樣咁貴啊！但係咧，佢一套咧係十八卷啊，即係十八個 cassette 嘅喎，即係買咧可能300多蚊嘅喎。真係係。我嗰陣時都買嘅，因為就我幾沉迷，但係我好記得就係我當時沉迷啊，去知識個取向。我覺得啊，原來有知識嘅喎，跟住佢特別，我記得有一次聽佢啲咩呢個叫咧異端同邪教咩分別，哇！又聽到啦嚇、啊，即係入曬神嘅。跟住聽阿梁煙成啊講啲咁嘅處理啲問題咧，覺得啊好知識喎、啊、咁樣。我講兩個型號頭先，八號咧會透過權力覺得跟大佬咁諗嘢嘅，咁跟上帝啊，咁信宗教嘅。所以點解好多黑社會人咧？做大佬的人咧會信宗教啊，留意下佢嘅風格都好似嘅，佢講緊後邊一個最大佬係咁諗嘢嘅。就譬如咧，我知識性嘅人咧，如果假設我信宗教嘅話咧，我好知識化嘅，我講道理啊，同埋推演個道理出嚟嘅，係一步一步嗱。我兩個即係兩種人咪兩套接觸上帝嘅方法咯、經驗咯。啊，好啦，又講第三種啦。我講三號啊，三號叫好骨子啊，好重視外觀嗰種咁樣。我話聽佢點樣接觸上帝啊？教堂好靚咯，突然間咧個詩歌好美咯，好型咯，係咪？突然間咧可能就叫咪叫詩琴啊嗰、那個位，係咪叫詩琴啊？詩琴係咪真係真係彈嗰、那個？係詩琴，同埋一個咧，另外一個咧，有時咧就可能係領來唔中出嚟咧係領眾經嗰叫咩啊？我唔記得咗，有啲位啊嘛。我真係知道有啲人咧點解會信基督教咧，係因為咧佢覺得太型啊，太骨子啊。太被人注目啊！被人注目感覺太良好啊！於是咧，透過嗰種追求咧，係接觸佢嘅上帝。起碼見咗三種啊，三種好啦，仲有一種嘅，一種就係透過原則去接觸上帝。呢個就一號。佢發現原來咧，上帝代表啲原則嘅，
於是乎咧，佢透過可能咧，即係佢宗教經驗，就透過啲原則，佢明白啊，世界真係啲唔能夠改變嘅原則嘅喎。嗰、那個原最後原則係上帝嘅，咁我信上帝啦。即係可能真係咁樣。呢就講緊咧點話咧？九型係同宗教嘅關點係靈修用咧，就係、是、先發掘你自己一套接近上帝嘅方法，每個人都唔一樣嘅。啊，當然有另一種就係、是、譬如講二號啦，助人型啦，佢透過咧可能啲人同你講弟兄姊妹啦。好，我嗱，我一聽我好好驚噶，我最人生最驚嘅一次就係突然間同我講話，阿偉雄弟兄，係啊，我都好，我突然間咧毛管動曬，好敏感呢啲。點解咧？我最唔中呢種親和嘅，我係唔中意嘅。啊，但係當然我會習慣嘅嚇。而家我有時都會咧揾偉雄，話我自稱偉雄嘅，得唔得？我偉雄得唔得？點解嗱？呢個係習慣嘅啫。咁但係話咧，我係唔受嘅最初，因為我唔中意親和嘅。但係譬如二號啲啦。好中意親和嘅，突然間俾人聽到話啦，啊啲人好開，好好好嘅喎，係咪好和諧又唱下歌喎？佢透過和諧氣氛咧，佢信嘅。你問佢裏邊啲知識，佢唔識嘅，但係佢好虔誠嘅喎。呢同佛教差唔多啊，佛教類似咁樣嘅。有啲人咧係知識性取向嘅，有啲人係叫儀軌性取向嘅，好中意 gathering 嘅，最中意 gathering， 最中意咧就啲儀式係好靚嘅，好型咁樣。當然唔係好型好靚，可能唔準確啊。但有啲人係咁信到嘅，同埋佢虔誠程度好高啊。所以不同的人的形態呢是不同接觸上帝的方法，後面其實很多的。好了，還有一個七號，有一人透過玩，玩是很重要的，透過玩去接觸上帝也好玩的，是不是很簡單呢？他不看經的，也不去班，或者很懶的，但每次呢團契的活動或 happy 的活動他一定參與，他透過喜樂喜悅或者透過和人相處中玩的過程裡面接觸上帝是可以的。啊！即係大家上原來咧九型後邊咧，每個人都有一個叫做咧係特別容易接觸上帝嘅位啊，所以係靈修用先發掘自己一個先。咁第二樣啦，明白之後咧，發掘嗰個型號咧，嗰啲叫做係叫核心位啦。核心位兩個，一物兩面咧，就是、核心渴望係乜嘢，同埋核心恐懼係咩？嗱，呢個好緊要，即係明白自己個型號咧嘅核心渴望係乜嘢，或者個核心恐懼係乜嘢。我成日講話咧，如果我自殺啦，有人你見到我就係想自殺咧，有一句説話咧可以令到我唔自殺嘅，你估係咩啊？都係你啱，唔係你只要同我講話啦 ，Ray， 你自殺人哋會覺得你好蠢呀，係咪？係咩？自殺點解蠢啊？我想問。唔係，即係假設就咁同我講啊，咁我起身同你拗咯。唔得閒自殺，係嘛？係咪啊？我關蠢咩事啊？我實同你講，我關蠢咩事啊？我自殺係一個抉擇嚟啫，跟住咧係我講咁講。咁問題萬一你咬贏咗咁點咧？咁你咪始終要自殺？唔係啊，因為我只要個人咧堅持扮聽我唔明咧，我就唔死噶啦。因為我覺得咧，我講人唔明咧，我覺得好辛苦噶。你發現知識型嘅人咧，你講講下，突然間你話唔明咧，佢樣變曬嘅。我講得，我重新講一次，我咁樣講啊，要講到你明為止，佢啊好舒服啦。同埋教多人嘢，講多人嘢咧，講多樣嘢明咧，佢就好喜悅嘅。但啲好簡單嘅愉快型嘅人咧，劈叉嗰啲咧，佢討論知識好慘嘅。佢跳嚟跳去啊，開心最緊要，唉咁緊張咩？最緊要開心啫，係咪？越明啲又唔明啲，你想講啦，佢明唔明啊？明明地啦咁樣，你嗱佢又佢型格係咁樣答你嘅，但係你知識型嗰啲人咧，咁你明唔明啫 ？OK 咯，咁緊張咪算啦咁樣。咁其實呢句説話傷害緊佢啊，傷害緊五號仔。其實真係唔好咁緊咁介懷，因為咧你咪提過咧梁煙成博士咧，我以前細個都成日睇佢啲著作，嗰陣時我覺得好勁好勁嘅。但係近年咧，佢成日搞咩留亞方舟嗰啲咧，我覺得完全唔掂咯。呢個歷史人物嚟啦，即係我成日覺得梁煙成如果假設係我咁判斷咧，佢喺推動香港某啲嘅譬如思考啦、哲學啦，佢有功勞嘅。但係佢係咪一個？即是他的功勞和變成歷史人物，其實這個定位很重要，即是他現在有少少脫節的，而且他有些事也都做得不好，這個就不詳細說了。但譬如我的年代他是相當受歡迎的，還有影響了都幾多人，那個就是某些格調。其實我又想說後面就是會這樣說，所以下半節我會說回究竟怎樣認回自己的型號。